他要给我们娘家人丢脸了！这齐大山是怎么搞的？哎，老孟啊，你干啥去？给脸去！师傅，下来。哎，师傅！ 想起十年前你一个人在老风口救我的时候，真是神力不减当年呐！公主人，单位打电话来说，县委组织部找您，让您去一趟。哦，师傅，都传开了吗？你这是大肚婆进产房的节奏，要生了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孟主任不会是遇到了喜事，被人办到蓝区吃酒了吧？你快打电话去催一催。哈哈，不能不能，孟主任知道我们在给他摆宴庆祝呢，就算路上被人劫了，也会带他们一块来喝酒的啊！不急不急，啊，来来喝着喝着。哎，好嘞。 事情办完了吗？大家等着你一起吃羊头呢。我不吃了。哎，师傅，你到哪了吗？大家等着给你庆祝呢。你们自己吃吧。喂，师傅，师傅。好，完了。 哎，完了，瓜子嘛，也不好的，干了没过，全都到这头，免卡子是干这头，加来的。哎，江鹏，你咋了？我咋了？你不知道啊？你明知道公司有规定，司机在行车当中不可以半路停车拉人，你怎么明知故犯啊？跟你跑了半年多。 连整月工资都没拿过，哎，我以为多大事儿呢，不就500块钱的工资吗？你没领，我也没领啊。你这是明知故犯，我有啥办法？大家都生活在这片草原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你别连累我行吗？可我俩一个车主呀。啊，好，我现在就去对簿说，咱俩分开啊。哎哎哎，姐们，行了，就这么点小事，至于吗？我下次不再犯就是了。
完了！哎呀，你看这，哎呀，行，我那儿有部旧手机，在对部充电呢，等你回的时候你自己拿吧，给你了。坏了就坏了，咋能要你的手机呢？没完没了打个啥呀？哎妈！哎，西北啊，小雪起来没？妈，你说啥呢？小雪呀，你不是要给她补过生日的吗？她昨天下午就坐车找你去了，怎么，她还没到你那儿？哦，到了。哎呀，小雪是前天的生日啊，正赶上单位开会，我这一忙就把孩子的生日给忘了。哎，他平安就好。这孩子妈妈去世早，你又忙，这次啊你们好好处处。你看你把他生日还给忘了，他真的很难过，幸亏你说给他补办，要不然他还真憋不过劲儿呢。嗯，我知道了。好，那你忙吧，挂了。嗯。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is is private. 小雪！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主任。中午大家等你回来吃羊头都等疯了。我家里有急事儿，想要请个假。怎么了？发生啥事儿了？以后再说吧。你不要再叫我主任了，你马上要高升了。主任。师傅，您刚才说我要升主任了，那您呢？大山呐，我年龄大了，组织上给我换岗，我肯定要服从的。我走了。换岗？哎，师傅，你让我包装的生日礼物在我车上放一个礼拜了，你啥时候用啊？以后再说吧。你要停车啊？这是刚才电话上约好的。你这人呀，啥都好，就是心眼太小。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何必为难他们？是我为难他，他们为难我。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安娜，呀。тутқана апаруымыз керек. Бәрсін шықты ма? Шықты, екі талғана қалды. Жүр онда. Машина шығар. Қайт, кім жүріп отыр? Қарымыз. Ал отыр. Жүрейік. Ой,
经思考和充分调查，有负外界窥见网友。二是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警惕性不高，跟随。爸，我网恋了，晚八点到哈密的六九 Muse 酒吧跟网友见面，如果感觉好，我就不回来了。喂，天明，我是老孟。啊，小雪离家出走了，今晚八点，到你们那里一个叫六九慕斯的酒吧和网友见面。我现在联系不上他，你想想办法，帮我盯一下，我一会儿就赶到哈密。真是认识一下，我叫马小乐，你叫什么？孟雪。什么？我叫孟雪。看你挺孤独的，来，喝一杯吧。我不会喝酒。来酒吧怎能不喝酒呢？是你不敢吧？谁说我不敢？喝就喝。赶紧来。为了自由，干杯！为了自由，干杯！喂，救援中心吗？对，有什么事儿你讲。孟主任吗？啊，孟主任请假了，我是齐大山，你讲。啊，我这有个紧急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后天，新疆北部西天山一带有中到大雪出现。局部地方可能达到暴雪。今天下午到夜间，新疆北部至天山一带有中到大雪，局部什么？暴雪。局部会出现暴风雪。同志们，刚刚接到自治区紧急救援中心的通知，说从今天下午至夜间，会有一股极强的冷空气从乌拉尔山南下，入侵我国，并影响我区多个农牧地区及天山山脉一带。针对这一突发的气象变化，我们要切实做好抗灾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立即启动一级预警方案，迅速动员各个部门行动起来，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Balanga ne bo'ldi, aka, og'rib qoldimi? Demak, ben orqasi. Oh, zhe ge bian pingshi kan de mei wenti. Yi dan fa zuo qi lai, ke li hai zhe ne. Shen shang lao zhe dai zhe yao. Ma fan de hen. Shao bu zhu yi a, jiu hui si ren de. Balam qurt zhe shi. Apa. Og'r men demi mei og'rib qoldim.Рахмет сізге, рахмет. Гэн 110保持联动，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是。季主任，现在全县有20多辆机动车没有下落。怎么可能呢？不是已经通知交警部门封路了吗？可他们在封路之前就已经出发了。那这样，你马上打电话通知这些车辆所属单位，让他们联系到这些司机，看看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具体位置还有车上人员，务必要告诉他们，暴风雪马上就要到达巴里昆草原，让他们想办法在暴风雪到达之前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是。哎，不要着急，我们在想办法解决。
建文，啊，你下去看看。哎。哎，师傅，我们什么时候能走啊？这不叫人下去打听了吗？再等一会儿吧。阿宗波，我去前面看过了，前面交通管制，堵了很多车，不知道堵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走啊？哎，师傅，我们在哈密都有急事的，耽误不起啊！耽误不起啊！快点吧，师傅，到事呢，我来走呀。是呀，师傅，就是啊，我还赶飞机呢，我还买了飞机票呢，还赶飞机呢，我这个。哎，别那么死心眼行吗？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前面交通管制，就算你们要赶飞机，我们现在都走不了。Басқа айналып жүретін жол жоқ па? Жол ғой бар. Бірақ қазір ол жолдан жүргізбейді. 哎，师傅，我们都有急事去哈密办的，你就通融一下呗，绕个道呗，绕个道走吧。对呀，师傅，能走就走吧，你看，绕一下呗，别那么死心眼行吗？家里多有事啊！这你这活人能尿憋死吗？快点吧！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想办法，快师傅！师傅，快点！多有事儿啊！怎么？不能老在这等着呀！你有明知故犯啊！你明知道上面有规定，司机在半路途中不能绕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乌鸦嘴！哎。Қасым, есік таш мен түсемін. Жол тосал тұрса, қайда барасың? Баламды бадырайты қой өлтірем ба енді? Анар, сен бірдеме отыра тұрш. Баланың дәрісін ішкіз балсе. Hey, 你要干啥？我走老凤和那条短路，把他送到医院去。这是县里面各个部门针对此次暴风雪制定的联合行动计划方案，大家看一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交由齐大山同志统一指挥实施。刚刚长途客运公司报告，他们有辆大巴车，既没有到达目的地，也没有返回。根据路过的司机反映，这辆大巴车从通往老风口的老路走了。关键是到现在一直联系不上。赶紧派人去寻找。暴风雪，大山，我离城老远了，都快到老风口了。能回来主持工作吗？我跟你说，这是你千载难逢的锻炼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住。我挂了啊。我们刚接到通知，早晨天还好好的，现在你看变了天。那你家在哪儿啊？那边呢。哎呀，老乡，我看这暴风雪到来前啊，你是没办法把羊赶过山了。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帮你们就近找个居民点，先安顿下来，等暴风雪过后再回家吧。好，好，好，谢谢你了，好。
喂，孟主任。大神，我已经请过假了。我是李荣新，你的假取消了。调令下来之前，你仍然是救援中心的人，令你立即归队，马上回到救援岗位。李县长，可我现在根本不在城里啊。这次暴风雪来得太突然，有辆大巴车目前联系不上 ，GPS 信号在老风口附近消失。你现在是离失踪大巴最近的人，我马上让人组织后续救援部队前去支援你。好，李县长，我这就去找大巴车。刘长禄、孙国定、丁远，你们带上自己队伍，到装备部带齐装备，从通往老风口的三条有天天走大巴车的山路，向老风口靠拢，搜索带救的对象，发现对象后立刻实施救援。是。车的不想活了，这种路还敢超车？喂，这里是紧急救援指挥中心。哎，通了，太好了！我们是拉煤卡车司机啊，我们被困在303省道332处，请求救援。我马上通知当地的救援中心跟你们联系。你给我走开！怎么开车的？就是，这种路上还敢超车呀？你问他呀，是他开的。你这个废物！你这个蠢货！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就这么报答我呀？你个废物！我这次招标，你知道有多重要吗？我就招不上了，你赔！你个废物！你诚心害我！哎呦，哎呦，疼死我了！你是医生吗？我是兽医。啊，兽医，兽医，你也敢跟我包扎呀？你不怕把我真都感染了？你配得起吗你？配得起吗你？那你就忍着点吧，到医院找医生去包扎。你这女人真不知好歹，不让人家给你包扎，你想死在这荒郊野外啊？啊，哎呦，疼死我了！哎，哎，你怎么还真走了？人家说两句都不行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啊？谁回来？走了，咱们快走吧！你回来。他们的车横在路上，咋走呀？车给一下冰窝里去了。阿祖母，咱把他车给推开。来，谁敢动我车？你们谁动谁赔！小孙，马上给我录像，快拍，全给我拍下来。拍着呢啊！我看你们谁敢动手。有小雪的消息吗？我临时接到紧急任务，找小雪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哎呦，疼死我了！少一，你轻点儿。哎呦，疼死我了！哎呦，妈妈，
给阿姨唱首歌吧。阿姨，我小的时候我的手晃破了，妈妈就给我唱歌，我的手就不痛了。你小的时候，你多大了？你小的时候是多大呀？就这么大，现在我五岁了，就这么大。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能笑得出来？我们被堵在路上，如果天黑前不通过老风口，大家都会被冻死在这里。我求您了，就把车挪开腾条路吧，我们都要赶路的。把我的秘书小孙叫上来。我去。哎，你老板叫你。马总，小孙，我命令你，赶快给道路救援打个电话，让他们派车过来，告诉他咱们的位置。对了，给保险公司也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是不是到现场来定损。什么人啊这是？你啥意思啊？还不挪车呀？你也是开车的，你没看我那车在悬崖边上吗？这一挪要掉到沟里边，你们谁赔呀？啊，你们谁赔，我就让你们谁挪。挡在那儿也走不了啊！就是谁都走不了，这不是没办法呀！帅什么？阿姨，我的所有的玩具都给你，让叔叔们把吃弄走好吗？你真是人小鬼大，想哄阿姨高兴是不是？阿姨，我不哄你。我赔好了吧？你赔？你说的轻巧，你一开大车的，你拿什么赔呀？这是你这人说怎么说话呢？撞开呀！王总，这手机没有信号。没信号你不会找啊？那山顶上，动动脑筋你会死啊你！行，你不挪车是吧？那你把手机借我用用，我给站里打个电话。这可以，你跟他一块去呗。好。哎，建文，你留下，让车里的陈哥不要乱走动。这里的地形我比你熟，我和他去。你小心点。主任，通信基站出问题了。什么？没有通信，麻烦就大了。移动公司说，老风口一带的几个通讯基站都无法正常工作，那里风雪很大。通知移动公司，赶紧派人抢救。是。小心点。不行，还是没信号啊！我说不好听，走了。怎么样了？怎么样？能走吗？跑了几座山头了，一点信号都没有。哎呀，这眼看这个天都要黑了，雪越下越大，该咋办呀？这么半天找不着信号，也不知道打电话通知我一声。对不起，老给我打个电话。王总，我错了。姑娘，他是好歹也是个人呀，你看他冻成了那样了。再说手机没有信号，他怎么通知你呀？土都埋脖子里了，还管闲事儿？切，真是。哎，你怎么跟老人说话呢？看你打扮的人模人样的，
嘴里说出这样的话，你羞不羞呀？就是，我说她是你亲妈呀，所以长我自己身上呢，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管得着吗？你，哎，你这人怎么这样？缺心眼，人家给你干活，挣的是工资啊，这车上有大有小的，你不积阴德也积点口德吧？哎呀，大家别说了，是我的错，我辜负了王总对我的信任。大家都着急，吵架有什么用？哎，你干嘛去啊？怎么样？大概就差这么点，如果运气好的话，应该可以通过。建鹏，啊，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又和站上联系不上，我们只能自己做主了。咱们相互做个证明，如果因为这个事情造成什么损失，站上应该可以给我们赔偿。运气好。运气好，我们就不用在这里了。万一战士不给赔怎么办？我们自己赔，损失不会太大，我们应该能负担得起。自己赔，要赔你赔。这边，小心。慢点，慢点。这边，这边，小心！停！停！大家听我说，我是紧急救援中心的孟西北，我接到通知，今晚有暴风雪，我们这个地方是个风口，不能久留，必须马上转移。这冰天雪地的，我们往哪转移啊？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见前面的山坳里有一个下窝子，咱们就转移到那里去。我受伤了，我走不动，我背你。咱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天黑之前必须要到达下窝子。那车上的行李怎么办？顾不上了，人先安全了再说。大家快走！我真的站不起来了，那我行。哎，蠢货，都怪你！你还不快上车上，把车上喝的都拿来，快去呀，快去呀！
金雪太后根本无法前行，已有人受伤，请求返回。同意，命令你们迅速返回，一定要确保伤员的安全。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我们是三号行动组，我们在行进途中遇到了一波驴友探险队遇险，我们已经确定目标，请指挥中心指示。命令你们立即实施救援，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是，收到，请放心。妈妈，我饿了。给，吃吧。会出汗，容易被冻伤。要快走，你自己先走呗，拦着大家的路干嘛？小孙，咱们赶快先走，让这些白痴冻死饿死在这里算了。我年龄大了，走不动了，不想大家，你们先走吧。我叫你的小孙，你还愣在那干嘛？这样吧，大家自己决定吧，相信他的就跟他走，相信我孟西北的就留下来跟我慢慢往前走。小孙，你还在那儿干嘛？小孙，你是聋了你还是缺心眼儿？你不愿走，你把包给我，你给我，走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到下窝子呀？我包里有好吃好喝的，谁愿意跟我走，谁有份儿。走，我，千芬，别干什么。人家说的有道理，照这样的速度走下去，恐怕还没到下窝子，就被暴风雪给卷走了。看看，看看，还是有明白人，快跟我走。啊！王总，王总，别慌！救命啊！救命啊！王总，王总，别慌！大家都往后退！王总，王总，王总，这咋下来？快来人！你系上安全绳，我们把你拉上来。我害怕，我上不去。下来，快下来！走。已经来了，没时间了，快走！你就是干
生命财产和安全的，快去，你快去给我捡上来去！哎，来，快走，快走，小孙，你下去给我取去。你要下，你自己下去吧。再坚持一下，前面就到下窝子了。可这是过不去呀，暴风雪这么猛烈，这样会死人的。我可不想冻死在这里，我家里还有孩子呢。下去来不及了，得冒险滑下去，大家保护好头，往下滑，离下窝子越近越好，明白吗？安全吗？我先打个样。轻点，都跟你说了，雪地里走得太快，容易身纹冻伤。哎，就是不听。吃了，留这么一堆钱有什么用啊？还不给咱留个囊呢！真是，你还说呢？要不是你强行超车，我们早到省城了。我有什么办法呀？那超标有时间的，人家可不等我。好事点。人家他有钱也不行，没有钱也不行。为什么？有钱了，眼睛看钱了。不看人了。妈妈，我饿。给孩子吃吧。我知道大家都很饿，但这囊只能给最需要的人。
我给你500块钱，你把这囊卖给我吧。啊，一千，全给你，全给你。我不要你的钱。我不饿，给你吃吧。这孩子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啊？是不是哮喘病犯了？带药了吗？剩下的最后两片药，2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吃了，这药效顶多能维持5个小时，救援队怎么还不来呀？通讯公司吗？老风口那里的移动基站修好了吗？太好了，我马上汇报。通讯恢复了？是的。好，立即给孟主任打电话。好的。小雪被人绑架了。什么？小雪被绑架了？天明，拜托你救救小雪，我现在走不开呀。你放心，我一定保证小雪安全。师父，师父，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好吗？我一切都好，大巴车已经找到，车上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到老风口南侧的下窝子里，有个孩子患有严重的哮喘病，生命垂危，急需药品，同时也需要食品和保暖用品，请求支援。师父，您放心。孩子太可怜了，你们大家伙快想想办法呀！我药箱里有安插碱，虽然是兽药，但也能缓解人的哮喘。你怎么不早说呀？快把药拿来！我药箱落车里了。孩子真可怜。我去。
不行，你现在出去无疑是送死。还是我去吧，我比你有经验。我陪你去吧。不用了。这是我的工厂，我要用这些破铜烂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大黄蜂，怎么样？嘿，不信是吧？哼，等我做好了，你就知道这玩意儿有多拉风了。嗨，还想着你爸呢。这样太危险了。哈子墨，你干啥去？我去接应一下孟主任。我跟你去。你不能去，这里就你一个懂医的，你留下来。哈子墨，咱可是一个车队的，你小心点，别把我一个人留这儿。
孩子盖上。不用了，天气冷，你还是自己穿着吧。我这人性子急，可我不假。那谢谢了。哥，来把桌子打开，赶快躺下，来拿血，拿血，好，快躺下，躺下，来把衣服脱了，要快，来拿血，拿血，来了，来了，来了。turmuşu ne degen japal edi下落已经找到了，他在哪儿？王老板，我投降了，我冻死了，要不去我家别墅，走，就这么定了。说好了，谁赢了听谁的，我赢了就得听我的。还跟我提条件啊，我实在冻得不行了，我真不明白你这人为啥这么倔呢。我爸说了，女孩子不能随便去陌生男人家里，更别提还要在那里过夜了。什么你爸连你被人绑架了都不来救你，还你爸你爸心里压根就没你。哎，好了，我陪你。今晚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吧。
是谁绑架的你？没有什么绑架，那都是假的。他平时总说忙，没时间陪我，我就想试试。他心里究竟有没有我？他究竟爱不爱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绑架。你胡闹！你知道不知道，报假案是犯法的，情节严重的话还要拘留你。 你难道还嫌你爸不够忙、不够累、不够为你操心吗？我都让人绑架了，他也不来救，竟然还报了警。他就不怕绑匪撕票吗？反正他也不爱我，他再苦再累跟我有啥关系啊？不爱你？孟雪啊，你爸不爱你，你爸不爱你能把你的照片天天揣在身上，有空就拿出来看着傻乐吗？你爸不爱你。 你爸不爱你，他能那么省吃俭用？为了你们能生活的好一点，工资一发，就赶快给你和你奶奶寄去吗？他爱我，从小到大，哪次家长会他参加过？他爱我，每次演出别人的爸爸都能来，他就总说忙来不了。他爱我，他答应我的生日他都忘了。 第二天上午最容易发生雪崩，所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转移？我们往哪儿转移啊？我们都走不动了。再说了，这走出去还不被冻死饿死，还不如待在这儿呢。最起码的，我们不会冻死啊。是啊，你身体都被折腾成这样了，不能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 开始，下车！同志们，暴风雪虽然过去了，雪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现在，在老风口，孟主任还有20多条生命，随时都会有危险。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拿上我们的装备，我们徒步上山。 怎么样，小孙，快帮帮他！哎，孟主任，我来吧。抱住了。啊，来，我来帮你。哎，别怕啊，没事儿吧？没事儿。阿子木，你带大家尽快爬上那个山顶，越高越安全。建文，啊，你带大家往上爬，往高里爬。 越高越好，哎，我陪你慢慢走。好。
救援队！哎，来了！快！我师傅，孟主任呢？啊，孟主任，孟主任和哈斯木去那边了。老郑，啊，你的人留下。好，救援队，跟我走。你们小心点。小羊羔拉在下窝子里了，我得赶紧回去。孟主任，没必要喂一只羊下去，那也是一条生命，没有它，我那我就被冻死了。孟主任，呼救器的声音，走，快！单位上已经说好了，你就不用着急出院，就在这安心养伤吧。来，吃苹果。建鹏，啊，你还记恨我吗？咋的？你还怕我把苹果里下毒啊？也不知道这个月的工资给不给发了。哦，没事，要是不给发工资，我就吃你们家。住你们家。妈妈，我饿。孩子现在的各种生命体征都恢复正常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加强营养，
使他的身体尽快恢复，赶快给孩子弄吃的去吧。好，谢谢大夫。这是你爸给你准的生日礼。小雪，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你已进入了人生的花季，而爸爸却老了。爸爸总想抽时间好好陪你，却总也不能如愿。爸爸对不起你。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爸爸不得不将这种原本应该专属于你一个人的爱，一次次的分享给了受难者。小雪，爸爸爱你，这份爱并没有因为爸爸的工作而消失，相反，正是在无数次的救援过程中，这份深深的爱才得到了更好的传承。这些照片都是爸爸托人帮着拍的，这本影集见证了我有一个多可爱懂事的女儿，陪我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你能知道，你是爸爸的骄傲，爸爸永远爱你。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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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是我太不懂事了。我以为这样做就能得到你真正的关注。爸，你知道吗？你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不能没有你。你别离开我，爸。Сырын тыңдауға мен шеру тарттым шыңдарға ауылда қалған ата-анам аман сау жатырсыңдар ма ауыл тірлігі береке бірлігі жарасар сендермен
Субтитры сделал DimaTorzok.